我好開心可以加入呢個嘅問責嘅團隊，去為我哋繼續咧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咧，為我哋香港嘅打工仔，以及我哋香港廣大市民咧，去繼續去做事嘅。咁就當然我都好唔捨得我哋喺立法會裡面嘅唔同嘅同事，包括咧我哋嘅工聯會自己幾位嘅同事，更加係唔捨得。但係喺新嘅崗位咧，我哋會一直會係秉持我哋嘅初心咧，為我哋香港嘅市民去謀福利。呢、这個咧尤其是我哋係會著重喺一啲我哋之前我自己都係好上心嘅一啲嘅項目，包括一啲嘅點樣去面對香港而家嘅失業嘅問題，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嘅整體市民，尤其是打工仔一個嘅生活嘅環境可以改善咧。我諗會喺新嘅崗位度咧，繼續同局長以及我哋成個嘅勞福局嘅團隊，以及我哋幾個嘅唔同嘅公務員嘅同事咧，去繼續去做好我哋嘅工作，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嘅生活質素咧不斷可以提升嘅。